叫你查的代志，敢查清楚？一开始是夫人的亲信好心。总有一天，我会甲你，为阮查了奥兰奇的物件，拢都偷偷转来。小婷敢知影本尊代志的亲信好心？但是你的好心，你敢会不知影？我看你用刀抢手，高头，将来若是知影代志的真相，你一定心痛。那换陪我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8点，一家团圆 ，Even or 日安寿丰顶。我希望你将迄块地让给阮。进前才叫媒体找我麻烦，今麦阁为了阮头的，我跟你讲，不管你用媒体安怎带风向、炒新闻哦，这块地我是没留你啦，除非我死啦。我是真正靠袂落去的，现在利用今日机会，让大家面看看伊的真面目。现在报税，是你妈甲你干。你想要的，你应该趁现在的事情进行公程。喂，安乐遗书，我又搞不对，安乐空间你才去做啥？我是一个太差不囡仔，我有罪。我发觉，因遐的人只是要利用我，拢无希望我活落去。既然安尼，不如先解决我家己。安乐，这个人敢是老会计？是啊。啊！不过我乃感觉，即马咧甲伊讲迄人，像咧像咧淡薄仔心慌安乐呢。真讲，我就是我，我无业界背景，甚至有一天，我会变作穷光蛋。吼、哦！你真是惊着我呢。讲到袂输，你是假意之词。我乃真正是假意。叫你查的代志，敢查清楚？你敢确定你想要知影真相？所以帮助在。真正跟小琴有关的。一开始是夫人的亲信好心。小琴，你敢反背我？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为你情丝全白刷，为你付出我甘愿，形影自然。转消散，行来的人陪手挡，为你痴心变作梦，为你红颜受空房，你的形影不捌消散，谁人替我？